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师傅，你今日着晒洋装，打算出城啊？系，今日约咗胡须仔，倾下条村嘅问题。最近条村咧嚟咗个大老虎，搞到啲村民咧心慌慌、腾腾震。我一定要找胡须仔谈下有什么办法去解救。是啊，师傅，这老虎出没之后，班兄弟为了保护班村民，他们日练夜练，练到三更半夜。练拳就好，但是电费今期就爆了灯了。还有啊，阿叔叫我跟你说，师傅，近来天寒地冻，班兄弟又日练夜练，搞到个个吃饭都添了两碗，餸和菜又贵了。他说我叫我跟你说加火食喎、唉，唔单止咁啊，衙门就嚟要收粮饷，村长又话要加租，就连轿公司都话就嚟要加轿费添啊！我都叫过你，系搵下有冇其他地方系可以平啲、细啲都唔紧要，你搵成点？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啊，师傅，想搵个地方搬下，少啲银两都唔得啊！之前阿胡叔仔出招。啲村屋都冇乜点样跌过价，你知啦，村民又多，村屋又唔够咯，搵个地方搬，真系样样悭啲都不知几难。唉，归根究底啦，都系嗰只老虎喺度搞搞震。我要同胡须仔讲下，出招至得。大件事啦，大件事啦，师傅，老虎又入村啦，又你，岂有此理？师傅，等我收拾佢。且慢，要打老虎咧。一定要用我哋武馆嘅全家之宝，大星，系你示范俾啲师弟睇下。第一式抗通胀，我提出电费补贴加加响3600元，好理想。交通费有加冇减，真凄凉。计我话。稳定基金有保障，差饷屋租齐宽免，综援福利有增长，政府收费要冻结，食物援助要加强。第二式保民生，失业唔系人人想，短期补助应可行，年纪大以防。养老最安心，你同我做夹心，免税额有得加，最兴奋。呢两招咧真贴心，通胀老虎都要打到腾。师傅有咗呢几招，我哋就可以赶走只大老虎啦。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，豪气扬眉。